姜蒜辣椒之类的，我喜欢放在这个收纳盒里，不仅整齐，平时拿去也方便，免打孔的，材质厚实耐用，挂在外面或者里面都可以，也可以选这三种风格的。我还喜欢用它放一些调料工具啥的，放在卫生间也挺实用，还可以放手机面膜搂它。